来大中华新闻要来关心，讲到这物件起价，这过来花费计数是真容易受到这节日的影响。除了情人节以外，这母亲节应景的花费，康乃馨的花价，卖伫这五月第二礼拜哦，起到上悬哦。不过，这今年受到天气炎热影响，花期是来提早半个月来开花。由于目前这康乃馨的介绍，每一支的批发价哦只有2元，卖少的花农哦是规期在把这采收落来康乃馨，甲冰起来，希望这母亲节进前一礼拜哦才来出货，这介绍才会卖了较悬。花农无用加花。整理康乃馨，每一粒花苞拢相当饱满的康乃馨是花农用心栽培结果。这么无用的整理康乃馨，并不是赶要出货，是要把这个花冰起来。花农讲，今年花期提早，只要先把花加落来，等待介绍较好的时阵再来卖。咱加上来，是啊，你啊插在外口吼，伊袂水，伊吸水分吼，吸甲袂起哩。啊，恁啊去冷藏一下，哦，阴暗就寄台北吼，嘿是，加品质加足水，安尼吼。因为目前康乃馨的批发价少，110支才20元。花农讲，若是以即卖价少来卖，根本就无够工钱，只要先把花加起来冰。讲电有气吼，电有气，啊冷冻嘛爱用电啊，啊大家阵做有冷冻嘛是较有限啦，嘛袂当讲用甲真济啊。因为康乃馨价少，拢会伫五月初开始起价，农民嘛烦恼，今年无选季，康乃馨的价少会起偌济，目前也唔知影。今年花期提早，大家拢甲花冰起来，到时阵做一届出货，冇可能让供应量伤过济，价少颠倒大落价。大中华新闻张世良采买采访报道。有价不价一直在起哦，爱安怎省钱过日子呢？咱就要带乡亲来看这民国77年起的彰化市公有民权市场。那年前哦，这彰化市公所是向体委会争取到这1800万的经费，将这限定18年的这市场五楼哦，是改成这全民的健身中心。六年来哦，这公所是陆续来添购这健身的器材。目前这健身中心内面嘛，已经有上百台这健身器材，搁较有这蒸汽式烤箱等设备哦。搁较重要的是，这彰化市民需要一届只收50元。减肥健身，住伫鹿港的王先生，逐天拢会来遮报道。王先生讲，自从来遮健身以后，已经减10公斤，唔但会继续落去，而且会招搁较侪朋友做回来。因为我是鹿港人啊。对，我是从鹿港过来这边运动的。对，然后晚上利用晚上的时间来这边运动。对，你觉得这边的整个环境设备？设备一定是比私人的好很多啊，因为这里空气还算很好，因为空气还算流通。有我跟蛮多朋友都在这边的，对，不然一个人运动的话会没办法持之以恒。那对自己有没有设定一个目标呢？一个目标是大约是，90公斤左右，啊，再来就练壮一点，对。这间伫民权市场五楼的全民健身中心，伫6年前启用，可用伫18年的空间再利用。目前健身中心内底有100多台健身器材，佫开始有蒸汽室、甲烤箱等高级健身会馆才有的设施，而且逐工拢有工作的志工会伫健身中心来做指导。他因为比较普及啦，从卵巢、从肌力、从肌耐力、从耐力、长跑的这些，甚至于到后面的动态休息，一直到烤箱蒸汽室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cycle，在这边应该是可以获得很好的实质效益。彰化市政府建府表示，伫咧公有民权市场五楼的全民健身运动中心，唔闹完善的健身设备，更加开办着瑜伽、肚皮舞等课程。上个重要的是，彰化市民一届只要50元，就会当有5000级的享受。大中央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好，这只要50元就会当运动，够有健康的身体，这真正是真会好哦。好，过来哦，这几天天气是开始来变烧热。都好哦，嘛是欣赏这花金菇的好时阵。这台南市政府的观光局就来主办这2012年台湾每年看花金菇季的这活动哦。台南市长这赖清德哦，就邀请这全国的乡亲，从即马开始到这5月13日，做伙来去每年欣赏花金菇，嘛呼吁大家爱来重视这生态的保育，才会当让这花金菇继续来生长落去。
伫咧盘古舞蹈剧场萤火虫之舞的表演以后，2012年台南每年火金高贵记者会就正式开始。市长赖清德表示，每年是南部地区上大欣赏火金高的所在。暗时一到，每年规个山头就敢那亲像圣诞树共款，闪闪细细，使人赞叹。因此，市府举办着赏火金高的活动，邀请乡亲对即日起到5月13日期间，每一个拜六礼拜做回来每年欣赏火金高。梅岭的赏萤季就要开始了，从4月21日到5月13日。那我想有几个特点，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，那当然唤起我们儿时候的这个记忆，或是给我们的小朋友啊一个难得的这个啊记忆，这是第一个目的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也希望哈，在推动赏萤季的时候，也让在台南市推动生态教育啊。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的生态环境，这是第二个目的。到现场参加记者会的议长也来大力推荐，欢迎大家做回来梅岭铁佗吃梅仔鸡。啊，咱所有当地的居民甲咱的业者拢做好准备了，所以要欢迎大家小酒小餐斗阵来吃梅仔鸡。即日起到5月13日活动期间，每一个拜六礼拜，伫梅岭旅游服务中心有免费的接驳车，接送民众到里丁坪的停车场。而且伫当地消费，阁会当参加到一种活动兑换纪念品。乡亲会当上台南好好玩的网站来查询。大众新闻综合报道。继续来关心今日4月24日 KO 果菜市场的这交易行情。今日的总交易量是102公吨，总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17.8元。过来来看详细交易情形。花菜上价30，中价24，下价15。各类菜上价11，中价9，下价7。红菱菱上价20，中价18，下价15。菜头上价13，中价9.5，下价7。火林刀上价70，中价60，下价50。冰刀上价50，中价40，下价30。韭菜花上价33.5元，中价32.5元，下价30。葱啊上价22，中价18.5元，下价15。菜瓜上价30，中价25，下价20。苦瓜上价55，中价45，下价30。西瓜上价13.3元，中价10.5元，下价6.7。冬瓜上价20，中价17，下价13.5元。大众华新闻要来关心气象的变化。人讲这春天后母面真正是有影哦。这两天这方面管理哦，各地温度上悬来到31度到32度，感觉上哦是真烧热，所以乡亲出门的时阵爱做好这防止去予日头晒着伤的工作哦。不过伫这南部、东南部、东部以及这东北部地区，阁会来出现这低渐阵雨，提醒乡亲，这明仔又阁会有一波方面来报道。规台湾哦，拢爱防止大雨来发生。乡亲出门的时阵，是爱会记哩扎这雨伞加雨帽，过来来关心各地天气状况。就是今日4月24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感谢乡亲收看，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。我是林桂英，咱再会。